是现在你都进正式的等于进入 SNS 副业嘛，然后希望 SNS 副业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，就是除了唱跳组合之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组合？搞笑组合是吗？不是，哦，没有难听。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跟上面一样的啦，如果你有100万的话会想怎么样呢？对，怎么花呢？可以先给我，我再回答你吗？先把我准备把这100万捐出来，建改造我们的星梦剧院，让我们星梦剧院。对，那婷婷呢？梦月都捐了，我怎么能不捐呢？我也决定把这100万捐出来。好，那大哥呢？大哥，我如果说有100万的话，我捐50万，好不好？50万，自己留50万，然后捐50万。大家都捐100万，你才捐50万。王总听到了吗？他才捐50万。其实是这样子，我是说我先捐50万，然后再自己再掏腰包再捐100万。大卡也会哭嘞。你们两个一起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24个人去塞班，然后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回来了23个李一桐，还有一个没了。裴玉，你来说一下你最害怕什么？我最害怕这个 MV， 然后塑到一半，其实应该我是同事。好，那既然佳爱觉得自己什么发型都好看的话，那我们让那个娜娜再说两句吧。你真的有听他在说什么吗，大哥？我先。大哥只顾着控制努力。怎么了？你等着了，等会三首歌结束了之后，你的人生将会终止。他来自 Team N2， 喊出他的名字，思义，王心朵。他的名字叫赵月，恭喜赵月入庭。为我投每一票的人，谢谢你们。天哪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这两年来，我和我的粉丝风雨同舟，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。其实我心里真的没有那么强大，就是所有跟我们一样普通的女孩子，希望大家可以都拥有自己的梦想，因为有实现梦想的那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新门头的一佳。终于站到这里了，真的。我的名字叫做黄婷婷，我来自 Team N2， 我的目标是真心，我做到了，谢谢大家。